这个是用来做腊肉的，那个年猪用的盐水泡了有几天了，现在用那个棕叶，就上期我们拍那个棕叶的视频，然后棕叶有很多用处嘛，又可以用来挡腊肉。现在我们只要把那个腊肉用棕叶绑起来之后，然后用桶把它提到那个火塘，然后就可以熏腊肉了。农村的这个火塘上面都挂了很多钉子，到处都是钉子，用来挂熏腊肉的，全部都是钉子。还有用来挂红薯，那个红薯种啊，明年就可以直接用来种。腊肉我们已经挂好了，现在就准备生火。我们农村的腊肉就做的比较大块，可能有的地方可能会弄小一点，比如说广东的腊肉他们是用来晒的，可能会弄小一点。那我们这边用火烤的就会比较大块。现在就是烧大火。这几天都要大火，然后腊肉才不会坏。